好点了？那行，你没事儿我就先走了，早点睡。你根本就放不下我。别骗自己了，不然你不会一晚上都默默守着我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留下来陪我。你喝多了。许幻山，你是在乎我的。我知道你在乎。你怎么坐这儿了？哦，没事吧？我想让你多睡会儿。我光听见门响，也没见人进屋，吓我一跳。你没喝多吧？没有。我没喝多少，一宿没睡啊。啊，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，我怕你喝多了，又怕你让我去接你。身上没什么酒味儿。看来真是没喝多，就喝了一丁点儿。我去给你做个早餐吧。好。嗯。咱们家现在越来越好了，烟花厂的订单也越来越多，你不用有那么大压力。我觉得孙旭早晚还会再回来跟着你干的。我相信。我们会越来越好。嗯，我昨天跟艾琳研究出那套电商方案特别好。嗯，能不能支持我一点宣传费啊？要多少？嗯，要20多万。没问题，我等会儿就让财务给你批下来，公司正好有回款。太好了。